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，今天老师教你怎么点奶茶。你买完奶茶以后，服务员经常问你正常吗？什么？难道还有不正常的奶茶吗？其实他们只是想问你对糖和冰的要求。先说糖，你可以选少糖、半糖、微糖和无糖。再说冰，如果你想要很多冰，你可以选多冰。如果你不喜欢很多冰，可以选少冰。如果你不想要冰，可以选去冰。注意，去冰的奶茶也是冷的哦。如果你想喝不冷不热的奶茶，就说常温。如果你对糖和冰都没有要求，可以说正常。好，你的奶茶正常吗？请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哦。再见。